上了一个小火车。打算去，我打算去鬼屋。叫吗？你说的啊。我不叫。你说的啊，把屎叫。这我能控制吗？我能。你能？我不能控制。Peter 坐过山车吗？啊，不坐。阿秋都打算去鬼屋了。我不坐过山车，但是。不坐。哎，那个，什么叫过山？你们得先定义一下什么叫过山车。突然就是那个车在那个轨道上，就突然会往下掉的那种。但是如果没有往下掉，然后但是它会。这样可以吗？不行。不过就是变形金刚的那种可以吗？不行，它一定会往下掉的，不要听他们瞎说。不会往下掉，就里面它没有那个轨道。哎，就没有那种。对，就没有轨道啊。没有轨道。哦，不要，不要。看到。不要，不要。那Peter 一定会做的。我们俩想做那个，他俩在。这个外貌这么可爱，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据说这个车一会儿要会飞出去。阿秋看阿秋和 Peter 的表情，Peter， 然后我跟黄蓉在那，我操，飞出去可还行？阿秋，看前面那个门没有？看这有碰了没有？对呀、啊、，Peter 很勇敢的，刚刚那个。好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要出发。And now, he's a mighty flying lion. Night show, you know him from Saturday Night Live. Here he is. 这边最好看的一个东西，上次来没有看到。That's right. We do have a few. 对，我们小火车出来了，莫名其妙开成一个山洞，然后开始喷水，整个腿都潮湿。I didn't know my voice could go up there. 小伙伴们，全部都是湿的。We were surrounded by.记得刚开始的时候，阿秋答应我什么吗？阿秋说他今天一定会进鬼屋。你要干嘛？哦，我们走错地方了。现在我们就走到了鬼屋的门口 ，Walking Dead。Hey, Walking Dead。阿秋从门口就开始建 warning， 他不想进了，我二哥把他拉进去。走，你看我们阿秋，哦 ，sorry， 会有人来追我，然后抓我。两个姐妹们，害怕吗？你们俩害怕吗？他俩都不理我了，你看他仨。还没开始了就已经害怕了，可非常的激动。我也想进鬼屋，好久没进过鬼屋了，根本就不怕。他俩莫名其妙，哇，好酷啊！他们三个人，两个姐妹相依。记得刚开始的时候，阿秋答应我什么吗？阿秋说他今天一定会进鬼屋。你要干嘛？哦，我们走错地方了。现在我们就走到了鬼屋的门口 ，Walking Dead。Hey, Walking Dead。阿秋从门口就开始建 warning， 他不想进了，我二哥把他拉进去。走，你看我们阿秋，哦 ，sorry。会有人来追我，然后抓我。两个姐妹们，害怕吗？你们俩害怕吗？他俩都不理我了。你看他仨，
还没开始了就已经害怕了，可非常的激动。我也想进鬼屋，好久没进过鬼屋了，根本就不怕他俩莫名其妙。哇，好酷啊！他们三个人，两个姐妹相依，直播两个，我们还没走进去呢，我们还没走进去呢，你们在这怕什么？好，我们要走进去喽，还没走进去呢。你看，我们还在排队，这好多人在排队，还没走进去呢。他们两个不知道在叫什么，马上就要走进去了啦。你看，阿秋现在还有心情拍照，他居然还有心情拍照。你看哦，来来来来，走，来进之前，我们最后再合个影。